所以往前走，往后拉。这是基本的意思啊，这得要有的。虽然他不一定搁这儿，戳一刀。再戳，平 A， 平 A 吃药，平 A 撅戳，哦，征服者触发，中风，没 A 着 ，A 着的话，我直接中风，他是接闪现，他就死了。中风，一上来平 A 接戳，哎。哎，为什么刚才这个 Q 技能能空掉啊？中风，不应该皇子的 EQ 被我打断吗？为什么没有被我打断呢？皇者 EQ 不可打断，发屁！皇者 EQ 又不是无法阻挡，干嘛打不断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优先级比我们高，我能打断，我记着。EQ 耳裂，平 A， 平 A 戳一刀。一过来，一 Q 耳裂 ，A 一过来戳一刀一走 ，W 戳一刀一回来一回来平 A 平 A 接中风，一过来一 Q 耳裂一走一回来一过来闪现 ，What the fuck？ 哎呦啊，我这会儿这么快乐，我都死了。不敢相信呢，不行了啊，这不能狼了，这有点过分了，这皇子稍微我得给他好好玩一波了，不能再这么快乐了。哎，一口耳裂，削平雷，平雷，平雷拖，平雷，你干哈呢你呀？我戳，我再戳，他那个 Q 不应该没中啊。中风，一点烟戳。我好像要无敌了，兄弟们。我应该是有点无敌了。
中锋，一 Q 二连，平 A 一走，一回来接中锋，一过来接大招，平 A 接戳一刀，平 A， 平 A 再戳一刀，平 A， 建模升了，婉豪来了吧？婉豪，婉豪来干啥来了？啊，婉豪没来，我戳一刀，一过来一 Q 二连。中锋一过来 A 接戳，一走接戳一刀，一回来一走，一上来平 A 接戳，一上来接中锋，一过来戳一刀，一走平的平的戳一下，中锋这建模不按套路中锋啊，戳一刀再戳，一过来一过来接中锋，一过来戳一刀，平的平的一出二电，中锋，我要不要去吃口屎呢？今天我指定不回家，今天我不等把他杀了，我肯定不带回家的，我就这么跟你们说，我屎都不吃了，我这边就要杀他。给我中锋，不行了，这有点疼，穴位啊！我要去吃和死，为什么他回血回的比我高这么多呢？要杀我，你可以试试。一个小鸡儿吧，一口耳链一走，我指定不带回家的，谁也不用劝我，我指定不回，劝我也没用。他回去了，那他先回去了，我们就回吧。中锋，我发现了啊，我一中锋，他就左右一下回，我们瞎扣啊，我们瞎扣。先来个绿叉的，谢谢栗子家的小龙虾的飞机儿，风死得惨呐、啊！一
口耳链，平 A 一过来接大招，戳一刀平 A， 电眼戳一刀平 A， 平 A 接中风。长路漫漫，唯剑作伴。我们一血塔一拿，无敌了。这皇子过来干啥来了？走位，戳一刀，再戳平 A 一过来 ，A 接中风，平 A 平 A 接戳一刀，平 A 戳 W 一过来，再戳走位，走位接中风，再戳。再戳平 A 一过来，戳一刀，一口耳链平 A， 一口耳链一回来，哎呀，晚豪来了，让他来。中风，接大招，戳一下，闪现走，戳一刀，一口耳链。我已经无敌了，啊！我都说无敌了，1.34。现在这绿叉还多了0.2%的攻速吗？回家，不回家。我们来个蓝 buff， 全款盾弓，盾什么弓？我不进了，我不出盾弓，也没有双峰的。你想双峰啊？双峰目前不够吧？马上给你来个双峰。啊，给你来个双峰，这回双峰够了啊，双峰，这回肯定能双峰了。去一波下路吧。一口耳链一过来，戳一下。戳 A， 一扣耳链平 A W A 接戳一刀，接中风接大呀，一扣耳链，哇，哪来个晚豪打人真他娘的疼。确实还是得盾弓，太脆了。我刚才说有个盾弓加武劲，我感觉我就全杀了，我也死不了。还是得出盾弓。我都100%暴击了，出日炎呢？出什么日炎？暴击加攻击力的。
给我撞，戳一刀，戳一下。秦王要柱，戳一刀 ，A 一过来 ，A 接戳接平 A。我现在跟他 A， 他都 A 不过我。得了吧，婉豪来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婉豪。可恶啊，可恶的婉豪。我俩卖了。谢谢浩森哥，感谢浩森哥的办卡啊。差十块钱能买吸血，跟我来，佛爷哥，俺们先把这婉豪杀了。我靠，这婉豪800块钱呢！戳一刀，我进不去。哎，婉豪能不能杀婉豪？一扣耳裂，扣闪平 A， 平 A。A 接中锋接大招，戳一刀平 A， 平 A 打不能戳一下，一 Q 二连平 A， 平 A 戳一刀，死的有点快呀、啊！以他们家这个阵容，我们还需要一个蓝盾。先杀这个，先杀这个。俺们家这下路俩真是没什么用了、啊。婉豪虽然死了，但是他们家塞纳还得杀。回首往昔，更进一步。谢谢2333LPL。仁义道德，主要还是太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打我身上伤害都相当于有点是真实伤害，打我老疼了。谁死了？死哪了？守一下上路。A 戳平 A， 一 Q 耳链。这跑的有点快呀、啊！他荡妇二连，我们没什么办法。让我戳一刀，中风。哎呦我操！还好我的吸血够多，这中风居然没中，不可思议！这怎么能没中风呢？我好像站撸你都撸不过我吧，兄弟。给我一口死！
我想一想啊，我来个反甲，我觉得行。我们来个反甲配春哥，这样护甲就够了，还带减伤。他们家那碗猴还有那剑魔，还有那黄子都是吸血比较高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怎么回事？这小龙，哎，这小龙可不能给了啊！这怎么四条了？你22分钟四条了，这龙，把这黄子杀了。福爷哥死的真快呀！妈呀，小龙不没了吗？龙魂没了，我的天！蓝盾加银血，我不，啊，我不。这波我要一打四，我就出反甲，我不。说 A 平 A 接凤凰，再说说一刀一过来接凤凰，平 A 平 A， 所以就一直猛撸吧。哎呀，这碗豪，这碗豪打人太疼了，这碗豪啊，盾弓绿叉没有海妖蟹手厉害，一会儿换了不行，别着急。海妖蟹手，海妖蟹手又不加吸血，你不得有吸血吗？破败倒行，我之荣耀。我最后跟队友团一波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啊。我想试试看。怎么感觉都感觉打不过，怎么办？啊，怎么感觉都感觉打不过啊？对，感觉打不过呀，打不过。我带线去了，啊，我带线去了，真打不过呀，这确实是打不过。他们是不是抓我来了？带线去了，带线去了，下路带线，大龙啊，来不及了，我们往那边赶也来不及了，算了，让他们自己打去吧。他们能拿就拿，拿不了就拉倒，没关系，不行就给了。带了，看有没有红 buff。明日安在？其实这碗豪可以抓着杀一波。不行啊，正面打不赢啊！怎么感觉都感觉打不过。
打个红呢。吾之荣耀。等下条远古龙吧，守一下，守一下，守一下，没事。我将遵循此道，怎么样？蓝盾反甲加春哥，右的一匹的同时伤害还高。不行，不能那么除。我想出死亡之舞。赶紧把下路线带了啊！这波远古龙我们必须得去，因为什么？我只要能把这板猴杀了，他们就都能死。飘呢？这远古龙不是我的了吗？一口耳裂，给我中风，拿下。把远古龙拿了。哎呦啊呀，没事，我正好卡他闪现位置啊，兄弟们。中推吧。中推吧，现在我们远古龙谁也不好使，来吧。一口耳链，中风接大招，戳一刀一走，得盾。一口耳链，平 A 戳一刀，远古龙触发。我发现一个问题呀，好像反甲也能触发远古龙啊，能不能？是不能？能，那塞纳 A 我自己身上远古龙倒着他。居然拿下了，我没想到啊！中风，反甲配收集者，打我等。